一个讲座不可能从头到尾都非常高潮，我也蛮喜欢跟观众互动。我们的观众叫酸橘子，哎，我一开始就问他说叫什么名字，他就讲他本名，我就说你不要讲本名那么无聊，你讲绰号嘛。他就说他绰号叫酸橘子。从此之后，他就是都会来我们活动，就很常 cue 他。你只要常来我们活动，我就会记得你，我记得你，我就一定会在演讲的时候问你的看法。答不出来，我也不会让他怎么样啊。而且我相信一件事情，今天会来法白活动的，你多少一定是有点想法跟问题意识。法白今年办了这个法白放大镜，来宾我们就请这个林孟煌法官，就有人去挑战啊，觉得很多法官都是恐龙法官，我觉得这就很赞嘛，那我们就来讨论，就来辩论嘛。你的原本心中的想法被做一些些许动摇，这不就是那场活动的价值存在吗？我们也跟司法院合作的建设科学，跟司法人文沙龙，也跟公视以及青春发言人举办的青春四讲，以及跟端传媒举办的端小聚，这一直以来法白其实也举办非常非常多实体活动。那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案，推出了我们的订阅制，我分成三个方案：99149跟499，这三个方案都会让你得到所谓电子票，但其中149跟499。你会有免费参与活动的机会，法白每一场活动原则上就是250。149方案，我们会给你四场免费活动，扣打就是1000块。如果是499的话，那就是12场免费的活动，扣打就是多少？3000块。法白从2014年走到现在，已经走了8年。如果你从法白身上得到很多的感动，你得到很多的知识，减少廉价的批评，法白需要下一个8年，跟再下一个8年，我们需要你的支持。法白订阅制99149499，等你。